热巴、邓伦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1001夜》正在热播。该剧讲述了热爱花艺的少女007和花艺大师白海樱花结缘，经历重重考验，从相知到相爱相守的爱情故事。在最新播出的剧情中，白海联手莫南重新拿到了花家的控股权，入主董事会，成为新的董事长。威廉却被创想抛弃，同时他也因为当年的犯罪行为面临坐牢的风险。狗急跳墙之下，威廉驾车撞向了白海。白海本来准备向007求婚，婚戒都准备好了，然而突如其来的车祸将白海撞飞。007看到满身是血的白海，当场愣住了，急忙将白海送到医院进行抢救。007好不容易等来了白海的回归，没想到却天降人祸。007好害怕失去白海，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。007看着手术台上重伤的白海，心里彻底崩溃，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白海，只是不停地祈祷白海没有事。白海和007的爱情之路真是坎坷，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，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却又要经历这等悲惨情节，真是太虐心了，真希望他们幸福的在一起。